哦，你你以为神经会面临抑郁，但你真，国民党的民进党了，你以为是市议员，他都要参加活动的，前行政院长赖清德是公市长，赖清德先生，那成功，都要参加活动，是现任市长黄伟哲，赵清的，赵清的副部长。市议会议长，议长都是很花生菜，这个叫花仙菜，